隐身战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新生事物。This is China Air Force. You have entered China'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. 除了试飞，没有别的办法。We can come and go whenever we want. 怎么飞？让我的这些弟兄们怎么飞？ 西方四代机对抗我们三代机，只是世界前方泰森打一个初中生的浪费摧毁之力，必须尽快交出杀手锏。隐身外形、复合材料、超音速巡航，还得有好发动机才能干出来。飞机是设计出来的，更是飞出来的，所以你们是会飞的设计师和工程师。 车坏在马路上，还能修不修？飞机在天上，谁的命不是命啊？可你使命军人呢、啊？性命加使命，才是我们的生命。报告完成任务。 我不能不飞。我是试飞局第82名试飞员雷雨。我是试飞局第81名试飞员邓放。高英俊、夏鹏飞、李小航。以前失去的。 最好的隐身战机飞出来了。